啊，这是43年签订的开罗宣言，明确声明日本所弃局中国之领土啊，例如东北四省、台湾、澎湖群岛归还中国。对的，蛮熟的。对，这听过您的一个讲座，特别强调开罗宣言是条约。不过，因为它也出现在日本、美国跟联合国的条约集，这是跑不掉了。有人说不是条约，但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而已，这是完全没有国际法常识的人。当然是条约。